永和的两栋社区大楼封街举办普渡法会，请来灵鹫山法师主法，居民总动员，怀着虔诚的心焚香祝祷，跟着法师一起来念诵经文，希望能够引渡无主孤魂，求得一切平安顺利。中原普渡永和两栋社区大楼举办联合普渡法会，新北市议员罗文崇、许昭兴等贵宾也共同来参与，现场准备了丰盛的普渡品，还有纸莲花、纸钱，非常的丰盛。另外呢，法师带领现场居民举行诵经、持咒、洒净等仪式，现场的气氛是殊胜庄严。那这一场普渡法会也是两家社区连续多年来合作举办，不但可以节省资源，也能够提倡环保。那比邻而居的两栋社区大楼共同办理普渡，除了让规模更盛大之外，也让两家社区的居民更有向心力，增加了彼此交流的机会。